各位媒体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的呢，来主持《机器之血》的台北开镜记者会哦。片庭、夏侯云山、欧阳娜娜、小猪罗志祥以及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成龙大哥 Jackie Chan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又回来了。谢谢你们，久等了，谢谢。好的。那哇，你说久等了，对对对，谢谢，久等了，是他的新人的新歌，谁把谁打，谁打死，他的这两个一翻台就开始，我说翻一翻台之后呢，他就是跳过去就啪，准备打，砰一下之后就开始，看过去把他翻台，桌子就过去，杯子过去，他一下就啪一下，第二个月。小猪有接受到吗？刚刚的讯息。那其实每一天在拍戏，晚上我聊天的时候，我大哥都是这样，爆爆爆爆。然后一爆完之后，我回了房间，我跟我助理说，刚刚大哥说爆爆爆，到底是爆什么东西？我想了一个晚上还想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讲话很喜欢一个啪啪一下，一个咚对一下，非常生动，非常生动，非常生动。大哥那边有一个记者想问，就是有关于彭于晏的问题。没有人要问吗？彭于晏，很期待去跟他合作。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怎么出来的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彭于晏来到现场。好，没有没有，真的，我不是说为了去反驳这个，在这边捧他，不是，我真的是在人前人后应该。我相信是误传而已啦。那如果有一天让你重新选择，我跟彭于晏，你会选择什么？我当然彭于晏吧。没有。我跟彭于晏掉到海里面，你会救谁？全裸，我们两个全裸。你只能救一个人，你会救谁？我啊，这个问题很难了，太难了。对现在的希望是变化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参与任何事情。真的，所以真相大白，换掉彭于晏的是导演。对。然后，因为娜娜她也是年龄在这个十几岁到二十岁以下的这个年龄段，选择性非常少。所以，我是挺喜欢找她跟这个人物非常贴近的。对。所以，因为小猪会负责有一些喜的东西，所以太。可能太帅的那些演员，他们你们怎么讲话怎么会得罪的？对，我们好可怜，找不到你，有人找你的。我是因为我帅，那你呢？他有出我三千七块钱，这个笑话，机器之血，好，我们导演，帮我导演。